今天是这个木工了啊，把嗯。这个卧室给它吊个顶，吊到顶的话，我们可以买一些家具，可以过来就可以住了哈。嗯，吊个顶，再刷个漆哈。对，你看厨房卫生间都已经搞好了，现在就是哇卧室塞，了哈。大厅最后搞的，大厅最后搞，大厅不着急哈。大厅那个顶啊，得借，估计还得借一个，租一个那个脚手架哈。对，这个叫做租个脚手架。这个房间的顶，我们还是弄种普通的吧哈。对，因为我想的什么呢？卫生间搞好以后嘛，哈，方便就是在这边洗完澡就直接回这个房间嘛，是不是？就比较方便的，就是更有家的这种感觉了哈。所以说，这个呢，现在开始整嘛，整吧，把顶一掉，也快的哈。现在快，熟练了是吧？争取今天给它搞定哈，争取吧，争取吧，只能这样说。没事，慢慢来，别把手又搞伤了就对着钢筋上那个反作用力大一点。哎，这里弄好的话，也想着给它散散味也比较好，反正也不差这几天嘛有什么味儿呢？你感受不到，你刷的一些那种什么栗子啊，还有那个什么那刷墙的漆啊，都会有味道的。好的。好，我给你打下手啊，你是大工，来。打下手是吧？你的工作完成了。这边要是把床头朝这边的话，那这边还得给它处理一下哈。这边怎么处理好嘞？这个，哎呦，这泥巴能抠掉的给它抠掉，再给它刷刷刷栗子，还是刷那个乳胶漆怎么样？那个叫什么漆我就给它训练一下，直接给它刷成水泥。刷成水泥啊？那刷成水泥，然后再给它栗刷子漆。怕抹不上来哈，对。不然掉灰啊，掉土不行啊哈。对。把它弄了吧，反正这边也不烧火墙了，这火墙我们是不指望啊，对，烧不暖和。哦呦呦呦，哦呦，小心点。这里面打的这个土啊，这是后建的房子嘛，是吧？还比较结实呢，这钉子肯定都，对，因为打不进去。这个房间还是比较新的。帮我把那个漆给它拔起来。好，在这边这个房间还是不能太大，不然冬天会冷哦。对。小了，拿个电暖都能聚暖一点啊。对，哎呀，听稳了，这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了。去帮人家吊顶，人家多少钱一天啊？500一天呢，可以揽装修活了。按平方收费啊？哎呦，看这小核桃哦，在这里睡的，舌头又放出来了啊！哎呦呦，这舌头。被咬断了，小桃就喜欢这种抽屉啊、柜子里面哦，搞笑的你啊！搞了点这个栗子哦，栗子跟奶油一样，把这边脚底下先补一补，补平了，到时候好贴那个踢脚线哈、哦。你看这底下这里都不行了，给它补平了吧。我这快装小扳手挺实用的，这快装小扳手，这个才弄好上面的木条啊，给它开始固定了的哈。冰箱那个鹰角啊，这已经给它装上去了。正想继续往下盖呢，停电了。
我感觉这个这个让我强制的休息一下，是不是？想要你去赶集了，估计。对啊，今天是八扎嘛。但是昨天想着今天去逛了哈，但是想着说好像没什么东西要买的哈。既然停电了，那就去逛一逛吧。这个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又停电了哦。对，这个停电应该不会很长。这边太阳挺猛的，你应该可以考虑装个太阳能。太阳能，我们有那个电源也可以的哈，应急用就可以了哈。不会停太长时间的，最多到晚上。本来感觉这个应该是挺快的哈。但是它我们那个这个房子它是个正方形。木龙骨啊，还有这个扣板啊，是吧？都不够长。长度都不够，都得去拼接它。你看这个木龙骨都是拼接而成的，就是这样做就慢一点。还有梁什么之类的，大一点也不行，小一点也不行。是吧？对，刚好去买点配件回来吧。对。我们这房子真的是，就是每一个那个龙骨是吧，它的长度都不一样，因为这房子它不是完全的正方形，知道吧？就弄起来比较费时间哦。对对对。哇，这外面太阳挺大哈，所以说我们要出去拿一下快递了，还停电了，干不了活了是吧？刚好出去拿快递。对，我拿下快递去。你这，哎呀，这热了，我不想出去了，你自己出去哦。好。拜拜，外面热啊，热啊，热啊，你回去啊，热啊，热啊。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果子？差不多。是什么果子啊？梅子啊。他们说是嫁接的是吧？啊，嫁接的，都是嫁接的，不嫁接，不嫁接哪能吃啊？是什么跟什么嫁接的？是梅子是吧？就是它这个枝条了，你看就跟这个，这个恐龙蛋嘛，这恐龙蛋那个是恐龙蛋，它那个原来的那个树苗，它就是那个杏仁树或者是桃子树根，从小就给它接了。桃，从小都是桃子树，桃树或者杏树根都可以。然后你现在嫁接成恐龙蛋了，那到时接的是恐龙蛋，那肯定完了。那他们一边是桃子，一边是恐龙蛋，是怎么嫁接的？不一样的嘛，这是枝条嘛，它通过枝条。这个枝条嫁恐龙蛋，那个就要嫁这个蛋，可以啊。我们这个是，我们这个是梅子是吧？梅子啊。不是什么，就是大瓶装的。大瓶大桶的是吧？对啊，你买一大桶呗。玻璃瓶的，你就直接买玻璃瓶的，买回来倒一半出来，然后对，直接塞进去。你买那个大桶的白酒嘛，到时候还可以泡其他的。好，可以。回去。那个葡萄不是比较多嘛，到时候可以做一点葡萄酒啊啥的。葡萄酒做不好。葡萄好做的很，葡萄酒好做，你再洗干净了。洗一下，用清水洗一下，它那上面那个，你会做啊？那个白布，你会做吗？有没有做过？它上面那个白色那个东西不能给它洗掉。那葡萄酒人家说做不好会中毒的。没事，冰糖弄那个一弄的。冰糖起来了，买点冰糖啊。搞点冰糖，搞点那个，把葡萄往里面一弄就行了。但是又没啥要求，主要把那密封严实。再泡一泡看看吧，尝试一下吧。好，我先上街去吧。好，快，那你上街了的吧？你这么啊，想不想上街啊？你看他上不上？走，你去上街去吧啊。走。上街去吧你。上街去吧。他不想去。刚才那个说了，那个就是梅子哈。梅子就长这样的哈。梅子和李子感觉好像。好像。我们还没吃过梅子的哈。对，那我们那个梅子其实味道还可以的。那梅子酒也好喝的，赶紧去买点冰糖白酒回来，都买点白酒回来。给我们这个车子降降温啊，前面挡嘛，给它冲一冲水。还好，这天经常下雨，它没有太多的风沙，还行，所以说车子没有那么脏。水箱那个管子在前面，没去拿，就这样给它冲一冲好了，让它不要那么热就行了。啊，我们的闪电二号，上车带着我们闪电二号出去溜达溜达。我们把这个卧室装好，到时候再搞院子，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出去玩了。音乐灌水了。
好，走吧。一溜烟啊，就到镇上了。去那个，先去巴扎那边，先去买点东西，拉快递啊，不着急啊。先把去大巴扎看能不能，哎，红绿灯呢？等一等，先去巴扎看有没有那个啥，有没有什么小土豆啊、小胡萝卜呀、啊，一些人家一捆一捆的那东西了，然后买点给小动物们吃。天气真不错啊，连着下着好些天的雨嘛，然后现在这个天气啊真不错，蓝天白云啊，这就是新疆的天气。不要避开这个风沙天啊，这里呢都还是挺不错的啊，蓝天白云。现在这个点过来感觉像是在扫尾来的啊，六点钟，看里面人还多不多，外面车子还是还挺多的，看有没有瓜什么东西的，买两个，买一些小动物吃的那些，这种小小的那种胡萝卜呀之类的，很多人都是这个打包来卖的，看看有没有了。哎呦，果然扫尾没人了都。看一下吧，这早上人最多，看看吧，这是玉米。这边卖菜的还有一些人，啊，今天是叫卖声，很多卖的东西卖的都比较便宜的，像什么茄子啊，要2块钱一公斤，啊，就1块钱一斤这样子。这种小土豆，看一下，葡萄，嗯，哎，现在这个蔬菜啊，家家户户基本上都种了这边，所以说卖的就便宜了，因为每家都有。早上的时候就好多那种人家那个啥，好多人家自己家种的吃不完的拿出来卖。家人，咱们这小土豆怎么卖？2块。2块啊？干的是这样，我们这慢慢的淘，慢慢的。这一袋一袋卖的吗？分坨了，你看看。那袋子给6块钱吧，可能4公斤左右。4公斤的给6块钱？啊，对，我是那个有点皮掉了，把它挑出来，没有烂的。是吧？可以，来，可以，来。还有啥？这个袋子。你看其他还有啥不？腊肠、青菜这些嘞。胡萝卜有没有？胡萝卜没有。啊，这个给那个小动物吃。哦。上面这边有点干菜叶子哈。可以，小干菜叶子可以啊，我给它给小动物吃刚刚好。就几只鸡，来。兔子能不能吃啊？可以啊，兔子也能吃是吧？嗯，兔子它就是要吃椰子嘛。嗯，对，早上给人家好多是吧？给了几箱子。几箱子就人家给个几块钱就卖给人家是吧？嗯。好的，行，谢谢啊。好。4公斤的土豆，6块钱，然后老板给了点那个干的菜叶子啊，就干的菜叶子，所以说可以喂那种鸡鸭鹅什么的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挺不错的。再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买一点的，我想买点那个胡萝卜给小兔子吃的。咱们这个这个薯怎么卖？这个怎么卖？7块。7块啊？生姜25。这个胡萝卜呢？不好了，1块啊？1块也可以啊，我给你给那种给小动物吃。啊，全部5块钱不称啊？全部5块钱不称。还能放几天这个？随便放，只要不热着。只要不热着。5块钱。会软，它不会烂。啊，放在它擀好了，放一次放它都不烂，嗯，5块钱是吧？啊，全部5块钱。我给上次我买的胡萝卜啊，可以，给小动物吃合适。这个胡萝卜呀，感觉有个十几斤，啊，5块钱，啊，他们再过个半个多小时就收摊了，都没有什么人了现在。菜，巴扎上卖的菜啊，基本上就是说像我们院子里啊都种着呢，买一些就是没有的话还是要到菜场里面去。但是巴扎上卖的东西是便宜啊，现在都是3-2块一公斤，3-2块一公斤的菜。好，东西还都是小动物吃的，我们走了。